比如说我把你麻痹了，我把你拒绝了，所以你就搬到。如果你发现到没有灵气球的话，恭喜你，做成功了。对，有灵气球就可以去再打个针。好，那我们该如何去观察到有些 Windows 的话，你会发现到你可能看不到这个灵气球，因为在 Mac 啊，还有 Windows 上它预设都是很强，看不到。所以你在关键字里面就需要把 Windows 开启。所以它里面就会有一些的方式帮你打开，比如说在资料夹选项里面的话，有一个警示的标签，那里面的话就会比如说啊，选取显示的情况，然后把它打勾起来就可以看到。所以预设是。如果你没有发生到的话，其实很难打开起来。但是如果你有收到这个回馈的话，我帮你开一个破坏的地球数据库，就代表你有安装成功。在我要确保地球安装成功，可以打开两个类型的解锁，那它就是这一段内容。好，那除此之外呢？我们这还有哪些初始化该做的工作？只剩下最后两个指令了。这两个指令就是：第一个就是你需要去输入你的姓名，需要去输入你的 email。所以在这里面的话，你把地址、所有的生日这个东西就全部复制上就对了。你只要百分之只有两个双号的内容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因为为什么要加上这种设定呢？原因是因为一直在做版本控制之后啊，我好歹要知道这个那这个登记的人是谁，所以在一些界面观察之后啊，再来看看界面，为什么今天在做这个呢？我可以看出来是你的作者的姓名以及作者的 email， 原因也是如此。没有在登记一个资料之后，一定要去附上这两个资料，在我附上这两个资料之后，其他的开发者才会协助，我才可以追查追查这个。所以我们都会讲一个很玄幻，就是好像叫做什么讲，比如说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就是你写的烂手，然后帮你维护的。当你的路人知道你的地址，其实知道你的地址，这是一个地址很有趣的一个小小事。它这东西可以不需要讲，话呢再继续往后面看。哎，好，那你先翻一个。不过这边的话呢，等一下我会跟同学看一下它的一个技能，然后第二个呢，我会需要去设置一面。好，我就休息。
是在 Linux 系统上面，就按下二键，然后右键，然后就把它解锁。那这里呢，我把换成文件，就换成文件。好，当今天做完这样的事情，然后就想，就是在 Linux 系统上面，其实它也很难解锁。不过这个的话呢，等一下我会跟各位同学看一下它的一个解锁。然后第二个呢，我会需要去设定页面，好，就 Ctrl C 把它复制起来，然后就在 Linux 系统上面，就按下二键，然后右键，然后就把它贴上。到面前是解释方和关键的方向，非常好。那你会看到这个密码，因为我有安装很大东西，所以我就关设定界面，但重要是两个毛线对，如果你真的设定毛线对，有绝对代表完成了具体的设定，一则声音就只有这几个设定。所以我们刚刚上学的声音呢，第一个肯定是 CD 广台，如此的话全台的新闻就可以开最多，再来今天可以用一首歌曲录音，然后看目前的几个版本。好，接下来呢就是设定自己的资料，设定自己的开发者姓名，开发者名，想要查询一下我开始的姓名跟姓名有没有正确，有没有问题。而且呢这些指令呢只需要下一遍就够了，因为你以后也可以用这些指令。如果在开新的数据库的时候，会看到一层的 IP， 或者是你要重返资料夹，就不动。
帮他们交下去就好了。OK， 有些问题来确认一下，然后入场可以观看吗？有，我们把这个做上。设定名字是小基础，重打一次，没错，重打就可以了。如果输入资料完，没有办法修改计算部分吗？可以的，留在重新输入名字就可以了。好，所以就是预存、安装还有正常，跟同学就结束了。你之后再开发是只用这两个，预存 ID 和信息。就是我开了一个新资料夹，来存在开启新的资料夹。之后呢，你就变成轻轻松松，毫不费力。然后呢，我就再开个新资料夹，再帮他打理一次。以后呢，环境安装完之后，你就按下 Project。好，回避呢，我希望这个资料夹可以去追踪它的动向。你就是各位同学，你在学习中心学习，你想要排斥，你现在做多久？刚做完选单，想要先分析一下，那就想说这个分析面内容还有简单的机械学习过程，你就可以开始做统计。好，我今天想要到的 Project 空间来输入办公空间开始做，一样，我要前往办公资料夹，我才可以针对这个资料夹新增一个地址的数据库。以后你就只要站在一起来 ID， 把我输入这一段成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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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找档案啊，我来制作那个鸡蛋教槽。你找档案是在鸡蛋槽这边按新槽按什么槽找档案的时候进行加入，是使用指令的方式去寻找档案进行加入。好，那我就测试给大家看一下，我测试给大家看一下。导致的话是2。那如果你今天熟悉，我今天只稍微炫一下，就是你熟悉这个图片的话，你可以做统计。首先的话，我可以看一下，我不讲指令，我这边讲一下这个指令，你不用记指令，因为这边讲如果你喜欢手指令的话，你可以做。首先可以看一下我们桌面上有哪些资料夹，还有档案。我可以去新增的资料夹，叫做 Projects， 我可以前往。资料夹起来，看一下我喜欢看。
好的，对吗？我现在可以直接用这个移动 Visual Studio 口直接开始这个。只要打进去，可以很快的去看到这个资讯。所以，不光是普通事情，有人喜欢，今天就要讲开心的爱，很贵重的事情，等你翻到不做满足事情。而且会用到它，所以我就用这样方式来去快速的送到对面去，而且我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用到它。 OK， 好，说来说来讲一下记者跟其他的，我们接下来来讲该如何去反转控制的一个整体场内部分。那为什么要去分析市场内部分，在前面刚刚讲过，我们在那个第一，我们之前在做版本控制啊，一样在做版本控制的时候，我们在第一天呢，我们做什么事情，我们去新增一个第二天做什么事情，我们去新增一些 CSS 档案，然后在 index 上面插入那个 CSS。 在第三天呢，我们个别在 index 上面选 HTML 标签，也在 CSS 里面去选出 HTML 标签的感受。好，但是我们今天这样起来其实很浪费时间，就是写程式码太好记了，你今天要去，如果是这样你一定会到非常白痴的东西。因为接下来既然你都已经会了 PCMI 还有 MIG 去生成数据库，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到底该如何去做这些流程。那首先呢，各位同学来帮我问一下，我问一下我今天这个资料夹里面做了几次的分析，你觉得有几次？做三次分析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今天看数据的话，你今天看到我这个数据的话，做了三次的分析，所以你这个东西有用的，因为在之前的话，你要跟记者讲说，第一次分析嘛，到底是真的答案，第二次分析嘛，你建议什么东西啊？又是真的，还是三次？所以你今天在做事情的时候，主要跟记者讲，你要跟什么答案？你得把这些答案同时分析，主要这些我们直接动手做事给大家看，就看这样子的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看这当中该怎样去做，该如何开始去做记者的工作。所以接下来的话呢，我就先把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删掉，再重新帮大家复习一遍。好，我们今天的话就。要不要解决方法不一样，我们开始用 CD 呢，还是 API 啊，还是 OS， 还是按什么呢？好， CD 还没有说，按 CD， 然后按下空白，我们就把这个标准按下去放，然后拉进去放里面。好，再问一下各位同学，我该下什么 CD 呢？接下来换你来教我。线上直播这个招好处，就是你先免费跟我讲优惠，然后由我来打，你可以印象中更加深刻。记者 ID 描述，就像别人讲的那个虚假一样，会加深印象。你这样子之后在比赛时候就可以看到说，当初我两秒就是一个 CD， 有加深的印象。好，我就按下记者 ID， 他就说您已经在这个地方开始了新的数据库。当我做一件事情，代表说我已经在这开始了数据库了。开始了数据库什么？好，我开起来了，但是我必须要说，我要开始做刚刚我讲的那个三个界面，所以我就要开始做工作了。所以接下来吧。
标的上去。好，那我就可以在这个标的上面去更改它。那我慢慢就可以再来用。好，就是这样。有些滑轮呢，也是有这个东西哦，它会自动去帮你去观察哪些东西有根基，哪些东西有根脉，那我会一概略去观察。我要是随时观察我现在地方的反应，新的词语出来叫做 pitch SPATUS。这个只能状态，我想要去看一下目前的状态怎么样。突然，就点优酷小黄。
topic.这样的话就代表出来的是有问题，所以
天做完的。当时的老师坐在刚刚做的文化里面，然后开始我做完场次分析。那我刚在这个背景旁边先跟你写这段之一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段文字，我要去写出这个字到底跟谁写的对。所以旁边的重点是我要形成一个一个分析场景，这个成长就是这样子的结果。好，所以我们就停留在这里，我们再来跑第二次，因为这是第一次分析嘛。然后我跑第二次的第二次流程，就是我要去设定一些手段，所以就是过来去再来跑一次流程。所以接下来呢，我们再加入一个CSS档案，叫做 后面回到家，CSS到家里面，那个后面CSS。接下来要让各位同学来教我要怎么打。再插入一个接着插入叫做后面
抽空一下出来看一下吧，我来考驾照了，我再想要看一下。又完成一次更新，我刚刚好了，好，写的就是我写好闭嘴，一点后这个内容没有错，好没有了，就这样回来的时候，这个叶子掉就好了，就删掉就好了，就不要让它掉了。